默默很瘦哎，像这种身形比较瘦的女生，在穿搭的时候，小珍老师，嗯，我觉得这样子看起来上半身太长了，啊，太长，太长吗？扁扁的感觉，所以你要帮她稍微做一个改变，来，赶快，30秒时间，哦，好，已经过了5秒了。如果要避免上半身看起来太瘦太长的话，加一个，其实背心真的很好搭。来，剩最后10秒，Tim 老师也紧张了起来了。老师，刚忙着帮忙。8、7，这种是手换掉，这挤的要穿错洞很痛啊。5、4、3、2，好，好，好，来，我们再走秀一下。来，小珍老师，很难走秀，帮你改造。这改造重点加了背心，好，这样子背心增加厚度，是你很不一样哎，有亮点，什么人都可以加背心吗？还是有哪些人标准？这个背心啊，今年骑士背心非常的流行，像我们刚才那个长版那个洋装，今年如果加上骑士背心就非常的硬。你帮他加的这个手环吗？白的，对，白的。哦，为什么一定要白的？因为刚戴银的那些，就是有点太懵了。哦，加上白色就会亮起来。哦，反而亮起来。对耶，哇，整个不一样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你的对手啦。好，是麦基，请列。大学生秀出穿搭绝活，专家也赞美啦。大学生了没？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你的对手啦。好，是麦基，请出列。麦基加油！我的，来走秀，来走秀，直接走出棚外，谢谢。来干嘛？摄影师要注意一下哦，他的这个，来，他的这个吊饰在这里。在这里吊饰，好，一样都没有少哦，真的很厉害哦。好，请 Tim 老师讲评。是，穿篮球，已经在准备要改造他了。在穿名他已经，你完全不屑一顾吗？准备他一分钟，我都没有在看。我刚才想象说我要准备了，我好怕时间不够。好，来来来，因为他今天颜色真的太多了，给我一点时间。我们问一下，颜色太多。那宛若老师，你觉得他的问题？他还穿了那个纹身袖套，哎，纹身袖套太热，看起来。我妈妈都会带这个那个防晒。你妈带这个？你妈带这个防晒？这个会晒出图案来吧？这套防晒功能的。好，那你现在有先把这个，不好意思，先把这位大师交给我。对，大师坐好。好可怕。好，那你现在去改造，只有30秒的时间。Tim 老师，开始狂播。对，叫他说你买。时间到，来，请走秀哦。等一下哈，我们把拉链拉起来。袖子要往上一点。这画面蛮尴尬的，挺好紧哦。奇怪，麦基应该蛮瘦的。眼镜换掉。他看得到吗？你就这样把妈祖给放在地上。好惨哦，好惨。他这个颜色反而比较搭他的尤达大师。对，你先走秀。啊！宛若老师看到了，宛若老师看到了，宛若老师，宛若老师，你看到什么？宛若老师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宛若老师，他都看到在开心的起来，就整个肉体跑出来啊！整个肉没有那个哦，形体不是，因为他内裤这样子旁边有开洞，看到草丛就对了。我们坐在这里的绝对是贵宾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走秀一下麦基。好耶，check it out！ 哇，这样你看看，哇，哪来的手势啊？不要这样，有
了新衣，忘了旧人，来带他一起走秀。对，预备，开始。好怪异哦！会好，好，好，所以设计比较搭。请问一下，今年其实男生也可以穿像这样子比较窄管的，我完全是用的，是用萧敬腾的规格在帮他打造他的造型。萧敬腾哎，对呀、啊，这个有点那种。王菲的那种感觉，因为你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其实麦基的肩膀很窄，其实所以那个风衣可以增加他的分量，看起来他的脸会更小，然后下半身窄，然后配上有分量的鞋子，是今年男装很硬的一种穿法。可是你看麦基，我还是帮你加一些里里扣扣的配件啊，你看吊饰都帮你配色，对对对，而且有绿的，有黄的，好搭，全部颜色都有。但是这个请三位的评分还是要就改你们改装前，对，好，请问宛若老师投给。我会想要投给麦基耶，我觉得你很爱他。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他对于那个怎么穿搭他自己，不管他想法对或不对，他其实都还蛮有那个创意去想穿搭这件事情，好，蛮敢的。好，接下来 Tim 老师你投给，我也投麦基。麦基，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我之前来上过节目的配色就是像麦基这样红跟蓝啊，很 colorful 的配色，对，哦。那小珍老师还没有，我也投麦基。哇哦，刚刚多虑。我觉得他很有想法，他很认真在想他一些搭配，虽然都很另类，但他有他自己一条路。我想是因为默默把那个小珍老师的鞋撑坏了，真的不开心，整个撑大。对，而且默默这整个摔帽子，什么怪胎嘛，跟他PK来输，三比零，现在男生女生一比一平手，谢谢。哎，电脑师要颁奖，哇，又有礼物啦，太好啦，麦基，哇，恭喜，这个麦基用得到吗？这个礼物，电脑师用得到哦，好好好，来，那又要不好意思。那个南瓜马车还给我们了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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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还是脱下来。好的，接下来呢是恋爱必杀组，所要派出来的同学是洛丽塔还有小玉啦。哦，哎，你们两位要决胜负喽，要加油喽。是，洛丽塔，你要变成怎样？就是我今天的主题就是奢华狩猎风。哦。然后因为是狩猎风，狩猎的还要奢华，就对。一定要的啊，怎么可以输？那杀如果勾到树枝怎么办？就是要去我主要是去猎人啊。哦，狩猎的猎人，狩猎的猎人，奢华来多奢华，没错。然后因为是狩猎风，所以呢，我就带了一些就是比较大地色的单品啊，就是只是狩猎风最主要的，就是除了这种土色之外，还有像是一些比较大地的绿色啊，或是黄色都是。然后因为又是奢华。就是，所以呢，就要有像发纹，对，要有发纹，然后还要有一些就是些冰冰冰冰冰的东西，然后还有那个狩猎风有一个特色就是木头的东西，看起来很厉害。小雨，你要怎么应对？那我的是要介绍的是都会雅痞风。哦，那其实我觉得啊，一个男生啊，如果要穿出有时尚然后雅痞的感觉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一件亮色的裤子是必备的。你的亮色也好保守，你为什么不会想，比如说来一个，你知道？因为我觉得橘啊或绿啊，大红的嘛那种的，对啊，也可以啊，荧光的。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个人的话，我会比较喜欢低调一点的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会配色都是以黑白灰为主，就是比较看起来，哎，晚上出去也可以，白天出去也可以，就一件白色裤子。又可以去动物园，又可以参加。